本所接获本级勤务中心通报，有民众遗失皮包在玉米摊内，经本所严谨前往辖区各玉米摊去巡视寻找。就在这个同时，阿龙玉米店的老板娘打电话至本所，说她有寻获皮包一纸。那经本所严谨前往检视，与老板娘共同检视，的确是皮包内有现金新台币6万元及手机及其他信用卡证件。在这个同时，那我就立即通知了报案人，也是失主，前往派出所领取。经与报案人确认他的身份之后，检视现金6万元及手机一纸、其他证件及信用卡等物品后，立即发还给当事人失主。